好可爱。可是我是穿有点那个不同的感觉，因为我穿有点露肩，露肩的感觉。对，如果喜欢露肩嘛，你可以就是把这个扣子不要扣那么多，然后你就可以露一点肩膀，里面就是配一个这种小背心，这样穿就很慵懒、很可爱的感觉。这样穿就是有一点性感的风格。对，然后其实它也是比较休闲，嗯，对，材质算是有一点点棉麻雪纺的感觉，而且它不太会皱哎、欸，因为这件我自己也有留，然后它虽然是棉麻，但是不太会皱，它可以穿的比较可爱休闲的感觉，或者是你也可以就是全扣，或者是你当那个外套式的穿法，哦、对，就是里面小可爱，然后你当外套、OK。对，我觉得这件很美哎、欸，很好看，这件很好看，而且它的颜色是带点有点奶油色，对，奶油色系的，然后它是有帽子的哦，对，它有帽子。然后它的帽子是真的可以戴的，它不是那种假假小小的，对，它是可以戴的哦。然后这种材质也是比较透肤透肤的，对，所以你里面要再搭一个小可爱也 OK， 对，就是搭一个这种小可爱，没错，它出来又是一个不一样的风格，就比较慵懒版。这件是有质感的那一种，很有质感，就是它不太会皱。它的这里你们看，它的这个，它是它有做这个哎，扣环的感觉，一般没有，一般没有，一般就让它就这样，嗯。一般就自己绕一个，它是还有一个铁扣，所以它是质感蛮好的。对，我觉得也可以这样穿。然后这个又是又做有点落肩的那种感觉，对，很好看。好看。然后它的袖子是做比较长的，那你想要折起来也 OK。对，然后我就觉得像配这种牛仔裤这样就很瘦，蛮好看的。对，上衣我觉得现在穿都完全 OK， 完全可以。对。对，现在穿都可以，而且重点是它真的不太皱哎、欸。对，它不太会皱。我以为它是属于很容易皱，但它也不太会，就是很舒服的那一种。